确实。这是一天的早晨呢，我现在刚从旅馆出来，然后准备去坐车去布鲁塞尔。当然，如果说从这个布鲁日到布鲁塞尔这个检票的话，就是说他没有检我的票，那我可能在根特先下一下，然后在根特逛一逛。如果说他检票了，那就算了，直接就去布鲁塞尔，因为这个包太沉了，我也不能确定我能坚持到那边啊。从这边过去，前面就是车站。你看早晨冷冷清清的，但是施工都在早晨，这边在修道。